再来一次。一、二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角度不对。没有毽子，转一下。为什么你跳都没有喜感？一、二、三，哎、欸，有同步哎、欸！哇！这真的可以卧虎藏龙了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。酷哦，哎、欸，你不觉得？这是有人整理的，对不对？好酷哦，它是荒废的，有这个齿轮，就感觉有科技感的感觉，不才有个齿轮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好有科技感的打。对，然后先买好几个那个齿轮，就可以转。哎呀，这太酷了啦！而且它这种树是很漂亮的那种松柏之类的那种，是不是？说它有些造景啊，这也太好，有那个突然进入那个一个时空交错的感觉，有吗？就是到了一个什么神奇的地方？对啊，世外桃源。真的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刚刚是穿过竹林，哎，太酷了！这里是雪山呢。仙山、雪山、嘉里山，全都在这。嘉里山、雪山、大坝，有那个小的那个，你看一下上面。对啊，有个小庙哎，然后那边有只龙。好特别哦！我就是不敢来这里。Thank you.
削怎样？不是不是，先砍嘛，把它砍细。没吗？砍细啊，这个没错啊、欸，太久没用忘了哦。真的。然后用敲敲敲。另外一根木头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全忘了、欸。等一下，你手手开，手手开，那个拿你自己敲。我不是你要玩的。啊、哦，我拿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给我拿个铲子啊？你带杯，穿外套。我怎样弄？不好敲吗？这个还 OK， 还 OK。没有，你外套穿这刚路边捡的，就是我叫它湿湿的。真的假的？它比较有湿。我带干的啦。为什么？就是不行。还是你拿这个会不会比较硬比较好？你确定？你呢？我会不会还好？啊？那你有点拉链再把它拉起来。哎呦哎，两根握起来，不一样对对对。有差呢、欸，你那个敲起来的速度。对。窄把的，该不会窄把？对对，真的，你握这一只就知道了。有啊，很窄把。对，啊那一只就有点虚虚的，啊那就当当。我那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建议戴个手套，因为可以戳掉，对对，怕被那个木头戳到。有我们的有手套，我们有买手套，没戴。3M 手套，对啊，因为我记得我有买 3M 手套，没有戴啊，你到哪里？还有防滑哦，还有磁滑颗粒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忘了，我没有戴。我已经买了一次。你干嘛脱掉？因为我只有几颗，一次还两次。什么？那个，下这里，下这我才要搓。你知道到底要？不用没关系，加进去好了。你弄好可以放进去。这一根哦，这一根，会不会太粗？不会。拍戏也不好。好，这样的话再剁一下。这跟木头有香味。对，真的，你刚削的时候我就闻到，很香啊、在旁边香味跑出来了。对对对。头发烤起来什么味道？你要拿这个丢。这个等一下，我让它先火大一点。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丢，是小力一点丢，你太大力了。那我要试试看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。这样不是，那根不行。不是用丢下去的，是用放的，慢慢放下去的。对对对，像这样。对对对，啊，小心点，你头走快点。烫哈，所以你要边边这样过去，手拿旁边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这样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让它烧一下。哇，有哎。还蛮快就点燃了、啊，一根火柴哎、欸，它、啊、那个木材比预期的还容易点燃、欸。对啊，一下就烧起来了。哇，来来来，阿怪拿起来，酷哎、欸，你小恶戏，它真的变火把了。哇！法兰克还给我的，掉。可是现在风那么大，蛋掉哪去了？好，再找一只。现在风那么大，你知道是风那么大才好。嗯，呼呼。我靠，买回花鱼，干！你的角度不对啊！我太直了，哎、欸，太斜了。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你刚好就直接点，就直接它就上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来吃。好，倒回去，倒进去，倒进去。有站到吗？它喷吧，喷吧。要
要有。你不觉得他那个小颗汤圆还蛮？对，就是中间那个夹心很就就好，刚好带一点甜味出来，这样就好了。不会像大汤圆吃起来很腻哦，太多了。对对对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太多，就很腻，然后是刚刚好，会接一口一颗接着一颗。而且不会太多。沉入这样。